农历10月初六，牧晨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新闻有：微博曝光了 OPPO 的异形屏设计专利，刘海缺口比 iPhone 10窄，屏占比会更高，下方是手机的连接排线等元器件。魅族儿童手表专利也曝光了，机身还有摄像头，显示表带采用亲肤橡胶材质，方形触摸屏。又有网友曝光魅蓝全面屏真机照，采用圆润机身加圆角屏幕，请回了阔别已久的小圆圈。摄像头下方是硕大的闪光灯，最大的亮点是指纹放在了右侧，有可能和索尼一样，和电源键合在一起。美国宇航局的 InSight 号火星探测器已经完成最后的主要环境测试，明年5月中下旬发射，顺利的话将在11月底到达火星轨道。优步21号承认，去年10月两名黑客从优步使用的第三方云计算服务器上窃取了全球57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，60万美国司机的驾照信息也一并暴露。为平息事件，优步向黑客支付了10万美元。中国经济日报报道，苹果将于明年上半年推出第二代 iPhone SE， 将由 Visteon 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工厂单独组装。二代 iPhone SE 将搭载 A10 处理器，2+32G 存储组合起，前置500万，后置1200万像素摄像头。目前尚不清楚工业设计会否发生变化，电池略大于1700毫安。极简又拉风，每天一分钟。